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旁的韩林老街有个不一样的大集，这里不仅有当地农民带来的土特产，还为游客提供了年味十足的国潮新体验。在宁波市鄞州区韩林老街举办的国潮乡村集市上，许多村民和游客正在采购年货，雪菜、蟹糊、泥螺，这么多美食有点让人目不暇接。采购了很多东西，有宁波马齿啊，那个咸菜啊，还有猪肉啊，还有浙江有名的红醋，年味很浓啊。此外，在集市上，游客们还能观赏到国风舞蹈、越剧演出，体验点茶、焚香、挂画、插画、写福字、打年糕等非遗文化活动，年味十足。我今天带着两个孩子看到了宋代的点茶，然后有这边的盘扣，是自己手做的，也是一个非遗的传承嘛，感受到这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们也是打通了青年农商客和消费者之间的壁垒。2023年度，我们举办了40场青春集市，累计服务青年农商客数百人次，实现了销售额150余万元。